当下呢，他们以44-21赢了苗栗大同国小，那以38-34四分之差赢了新竹市的民富国小。外围出手，好漂亮。这边四围国小是守一个2-3哦。对，他们的因为他们的高度哦，手长脚长的让哦，才刚说大智国小不太容易能突破得分哦，但是他们在投不进之后呢，他的球那个五号的李信宇胜还是努力的抓篮板球补进了这两分。大智国小蛮会利用，蛮会做掩护，帮队友做掩护的。对他们，四位国小是他们最高的两个球员在外面倒传哦，是很可爱。还有运球过半场也都是常人在做。就是选择用身高优势自己来，但是球是掉了。对，曾君豪打得有点勉强了。这边选择自己切入，他篮下依然是抢成一团。那这边第二节比赛结束，好球！这边大，这边四围过来选择。45度角出手，哇，好球！好球，好球！有进算，他的队友没有就是适时的把球传进来，但是他至少已经牵制到了这个禁区的威力。哇，这个每个人到那个位置都可以好好发挥耶。尝试第二罚，这边剩，这边第三节结束，这边快攻的机会，用左手轻松放进背后11号的张佑仁，机会。对，大智球的流动真的很快哦，每个人的那个不会把这个球黏在手上太久。哇，这个好球！四位国家这边主要都是常人出来接应，对，那是快攻机会，进算。不过四位国小这样的更换人，对于大智国小来说，他们也有一点点小小的傻眼哦。那最终比数，大智台中大智国小是以35-15赢下这场比赛。